的只是向前的，那個 alignment 可以外八字或者內八字不是會影響到的。膊頭要打開，等一吸啖氣，氣一前一前看下去，逐漸逐漸離開腹部上，未必要落到最底的，但是如果柔韌度夠好的同學可以落到最底，吸啖氣，收腹，氣一